会学三套篇心得指导，先见大德，一起感谢你对前学给科学训练学讲。我们来讲到这个第二十分，离色离相，83页。83页，这个离色离相分。这个按到了没？有了哈、哦。这个20分呢，哈、哦，要离色离相。我们了解到呢，这个最重要。就是不住相，怎么会带起？我带起啊！是太大声了。修道、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先能够、知道、观所有相，所有的形象、都是因缘际会、都变化无常，不要住相、这个很重要，就是、不要住相，因为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从住相来、我们住相才有烦恼不管是形象的相，或是语言的相，或是事情的相，只要我们一住了以后啊，就产生烦恼。那假如说我们知道呢，这个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都是呢因缘际会，缘际则生呢，缘散就灭，都虚幻不实在。那我们知道呢，虚幻不实在呢，就不要住相。那不住相啊，烦恼就会消失了，就没有烦恼。那我们不住相了以后，心啊就会很这个自由自在。因为一住相，我们心就会被相束缚。那一束缚了以后啊，就不自由。然后呢，相一直在变化。可是我们一住了以后、那个变化我们都没有去观察、没有去观察那个相的变化。那所以到达我们金刚经的后半段、这一段是始于身观无住、就是不要住相，深深的来观察、一切、都不要住，然后我们进入、实际的、那个修道、实际的这个修道就是已经可以、没有我相，然后也没有法相、这个蛮重要，我们修道努力、就是这两个，一个呢、就是我相，一个呢就是法相，那没有我相的，没有法相的、就可以、已经、整个都回到、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都融入了、在本体之中。啊、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自己、努力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现象，这个都没有、别人没有办法帮忙，都一定要自己努力、所以、这一分呢、叫离色、离相。那么离开色、我们要了解这个色、就是所有的形象、那个色相，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知觉中也告诉我们，所以凡所有的一切这一些都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要这个离开呢所有的这一些色，有形有相的这一些色全部都离开，也就是呢这个相呢都不住了。各位浅显，不住相跟离相一不一样？想想看，离相、跟不住相一不一样？不住相、跟离相、一不一样？一不一样？
所以哦，我们很少去思索哦这个问题，因为它很微细哦，很细。这个哦不住相跟那个离相，它是不同，因为哦不住相，相是有相，而我们不住。那离相呢，就是把那个形象排除掉，是没有。哎啊，所以哦，离相跟不住相，它有哦那个啊那个就近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所在。可是我们一般呢，都会把它混淆啊。哎，说哦，这个不住相就是离相。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用，哎，有时候会哦，把那个不住相，哎，就是离相。已经离开相，那所以哦啊，我们要知道那个哦微细的差别，因为哦我们修到啊这个最后的时候，要了解说哦这个虽然相都是虚幻不实在，可是呢因为有现它才会现相，有佛性哦才会现相，那所以所有的相，只要我们都不住相。所有的相都是佛性，这样知道吗？哎，所以这个哦算蛮深的程度啊，哦，所以我们见相哦即是见性，开始修道不能这样说了，开始修道哦要先破相，相都是假的，哦，然后我们修道呢啊已经就近了，已经到达哦如来的程度了，那凡所有相哦。都是真如，凡所有相都是佛性，这样各位听得懂吗？哎，是不是都跟哦那个我们开始哦那个研究的时候都不一样？哦，完全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啊哦自相的相，那个时候是完全在相上面，哦那个是真的都是假的。那我们哦啊一直修持了以后。哦，知道相都虚幻不实，一见都不住的。那不住相了以后，哦，相不会束缚啊我们的哦真心。那相既然呢不会束缚我们的真心呐、啊，哎，我们就、哦、了解啊，哦那个形象啊，之所以哦能够呈现、啊，就是因为我们真心佛性。哎啊，所以哦这个色跟心啊不二。色形象哦，跟我们心啊，它是合在一起，哦，没有对立，哦，没有对待。可是我们哦，没有修道的时候，哦，我们心是心呐、啊，相是相，是把它分成哦两胚呀、啊，哎，就是不会融在一起。可是我们哦研究了以后，知道呢，哦，说原来所有的相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呈现。没有真心佛性就没有形象，没有真心佛性就没有三河大地啊，啊所以哦，所有的形象都是真心佛性，啊这样哦，就是色空啊、哦、已经融成一体，哎，就是已经哦变成一体了，啊所以变成一体了以后，所有的相都是佛性，所以哦，假如说我们开始当研究啊。哦，我们听到说所有相都是佛性的话，那都不会接受，哎，会说哦，哎，这个讲的有问题，哦，可是我们啊，这个研究到哦，哦，到经哦，已经到那个最顶点的，哦，已经也是一个究竟法了以后，哦，即相哦见性，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哎，开始啊说要破相，可是后来到后来的时候、啊，哎是要吉相，哦，因为已经呢不住相了，它、啊、相不会束缚我们，哎，而、啊、我们哦在整个啊所有的活动之中啊，所呈现的一切、啊、全部都是真心佛性的，所以那个时候才叫做一真一切真，一真法界。哦，所以之前我们有听过一真法界，哦，可能都还不很了解哦，它的意思。那我们哦，假如说已经研究到哦这个啊最高的程度，哦那个佛法最高的诶、那个程度了以后，诶、就是到达一真法界。
那么一真法界啊，就是一真啊，一切真，所有的一切都真啊，它都是真心佛性。哎，所以要到达这个状态，都是要自己很努力，很努力的才会到达。先开始的时候啊，先呢知道形象是假的，好像我们师长都会这个听人家讲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呢，见山不是山哦，见水不是水。第三个阶段哦，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么第一个阶段哦，那个见山见水啊，那个是完全住相，就是我们现在哦，社会人士啊要到各地啊去观光哦，那个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哦，我们修道。进入修道以后啊，知道凡所有相哦都是假的，哎，所以那个时候见山就不是山，见水也不是水，哦，因为那个都是因缘际会，哎，就哦没有那个固定的形象存在。那么回过来到达最后的阶段啊，一回来了以后，哦，原来啊有性必现象，哦，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哦，可是跟第一个阶段呢、完全。心境都不同哦。第一个阶段的心境是住相哦。那我们哦，这个第三个阶段啊，那个完全是融入啊，整个性分啊，整个性分哦，就呈现了在我们生活之中的。那所以或许也都一直鼓励呢，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就尽量不要有这个三心啊。就是过去心哦，现在心、未来心，不要有三心。那不要有三心哦，就不会被三世摄受哦。三世呢不会摄受，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可是我们哦，这个很容易呀、落入三心，就是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会很容易呀、就落入。就我们不知不觉的习惯性啊，就呈现有三心。那既然有三心，就有四相，所以所有的生命都呈现了。那我们哦，就没有办法说现前一念啊，具备的欲望了。那个要哦，我们没有三心，没有四相哦，才可以啊，现前一念啊，就是已经啊，具备啊欲望了。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差别啊是很小，很微细啊。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努力啊，要知道呢这个真理哦。说我们啊很容易啊起心动念，啊只要起心动念，那个都有三心，已经哦落入啊六道轮回。那所以哦，真正的要修道呢，全部啊都不起心动念，啊都了了无明。就是要很努力，很努力的，这个自我要求，自己呀、实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的开始的时候啊，先呢启发自己呀、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先呢这个万年放下，一年不生，那个时候先把我们的本体呀、佛性本体呀启发，启发以后可以呀。让他呢茁壮长大，才有办法呢把这个融所有的相都进入佛性，融相融所有的相都已经呢进入佛性，这样假如说我们对自己呀、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没有认识，那讲这个就已经太遥远了，差得太多了，这样各位知道吗？因为还有几位比较没有说听了很久，可能会听不懂。那我们这边呢就讲这个离色离相。他呢这个重点所在，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凡尘呢对这个所有的这一些这个现象呢要了解。了解说开始的时候了解说相是假的。然后到后来说呢，相，它是佛性呈现的，它是真的，就变成开始。
开始都否定了，然后最后面都肯定了，哦，啊，所以这个佛法的奥妙就在这里，所以哦，不容易懂，也就在这个地方，哦，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呢就哦直接来看这个哦经文，释迦牟尼佛就问了须菩提说：“于云何？”佛可以啊，具足色身见故。哦，各位前贤，佛可不可以啊，具足色身见？可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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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都对真理的透彻都还不够，哦，所以要了解到佛可以具足色身界，佛可以具足色身界，如来就不行，如来是现分，没有形象，佛有果报身，有形象，当然我们不是要见佛了，要见佛性，可是佛可以记住哦，他可以记住那三十二相，哎，所以佛可以记住色身界，哎，所以我们哦一回答以后哦，可以再问，不可以再问哦，可以，这个叫什么？就是说没有透彻了解的，哦，我们没有透彻了解哦，自己都不敢肯定。哎，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用火，佛就是有形象会呈现的，哦，为什么用如来，如来就是现分，没有形象，所以哦，讲如来的话就不能讲形象，哦，讲佛的话可以，可是我们见是要见佛性的，不是要见佛，不是要见形象，哎，啊，所以这边哦，哎，那个啊释迦牟尼佛就问了，哦，这个哦须菩提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哎，这个就是考试啊，哎，试探他的哦那个了解程度，说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啊，哎，就是哦那个啊具足三十二相哦这一种色身来见，然后须菩提的回答说不为世尊如来哦，所以各位浅显这边哦他就不讲佛了，他就讲如来，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界，这样各位了解吗？讲如来就没有形象了，讲佛哦有，这样知道吗？那我们见是要见性哦，不是要见相，所以他就讲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界，哎，就是要见性，不是要见相，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哦，佛以佛的名称的话，那有相，有形象；以如来名称的话，没有形象。啊，你知无？哎，啊，伫咧讲如来吼，不一定说固定在讲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是讲我们吼每一个人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每一个都是如来。哎，每一个人啊都是如来，哦，啊，所以看经文的时候，不要看到经文讲如来就想释迦牟尼佛，哎，这样的话对我们帮助就不大。那我们把所有经文都看成我们自己的本性呢，啊，对我们帮助就很大。哦，因为啊，哦，啊，或许从那个啊那个华首经哈，哦，就看到那么一句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啊，世间以我争。如来不以世间共争啊，哎，就是哦，哎，在讲哦，如来不跟凡尘这个世间。对前人对世间了解吗？世哦，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东西南北，所以它就是时间跟空间呐，啊。哦，时间跟空间啊叫做世间，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啊，世间呢就是讲哦，那你眼耳鼻舌身意啊，那凡世间所有一切，哦，叫世间，
世间已有真，哦，如来不以世间真，世间已有真。然后我们一看到经文啊，就想说释迦牟尼佛都不跟凡人在争啊，可是凡人都跟佛在争，我们就直觉反应哈，就会这样看。那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啊大不大？就没有帮助了。那我们把哦，我们把转过来，如来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就是我们哦良知良能，就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哦。啊，他都不会跟世间争，就是不会跟眼耳鼻舌身意啊来争啊。可是我们的哈、哦、六根啊，都会跟如来争，因为眼睛要看哦，你那个良心跟他叫他不要看，哪一个会眼？绝对眼睛眼，那个如来绝对输啊，输不输？输，绝对不赢啊！所以真的哦，如来不与世间共争啊，争不争？没办法争啊，那你六根才强哦，耳朵要听，鼻子要闻，嘴巴要吃，你身体要摸，意念要想，我们如来哪有办法跟他争？世间已有争，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你看多么无奈。那那佛性哦，修养真的好，好不好？好，非常好。那、啊、我们又、哦、这个不重视他，不把他启发、哦、所以就是、哦、我讲那个意思啊，要我们启发如来来、哦、指挥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容不容易？可以简写，很困难、哦、因为我们、哦、那个六根啊用得很久，很习惯的、哦、要他呢退位啊哦，真的很困难。可是我们修道、哦、就是要这样、哦、要请那个、哦、如来、啊、出来当家，然后呢把那个、哦、六根、啊、降服。为什么我们说要有妄想心 要怎么样？就是要降服，就是降服我们的六根、啊、可是有没有准备啊？要降服六根要跟六根作对、哦、叫他不能当家哦，未使互伊做主，互伊做主拢做正一寡业哦，造了很多业，我们要受苦，哎啊，所以哦要降服，哎降服什么？六根，哎降服六根，让六根呢哎都能够放下，哎不当家了，然后我们那个如来出来当家。他如来出来当家会不会造业？他要不要受苦？他有够好的吼，哎，咱人都唔做吼，哦，所以吼，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在凡尘，就是因为都是哦感官呐，哦，就是呢六根，哦，六根当家做主，所以造了很多业，啊，我们才受苦。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呢、哦、修道启发呢不生不灭佛性出来当家，那请、哦那个六根、啊就是当他的本分，恢复他的本分、哦、这样呢就不会造业了，不会造业呢就不用受苦，所以这边我们了解说、哦、佛呢可以、啊、记住、哦、色身见有那个三十二相，可是哦，那个如来啊，就没有哦，如来没有心相，所以哦，悉菩提在回答的时候呢，哦，他就讲不为是真，如来呢不应也具足色身见，哦，何以故？如来说哦，具足色身呢，即非呢具足色身，哦，是名啊具足色身，所以我们呢哦了解到呢。哦、我们呢这个从呢那个修持啊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之中来修，那从佛性之中来修啊
他可以记住哦，修百善成一相，然后我们哦，哎，修三十二相哦，八十种好，要累积多少善？是不是要行很多？啊，都是从如来，对不对？从如来来行持啊，哦，如来来行持，哦，行持了一百个善，有一相，哦，啊，你三十二相，哎，你看你就要行，哦。要行多少？哎，参参两百个善，那、啊、你就有、哦、那个殊胜的、哦、那个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一呈现以后，殊胜形象就是引诱众生修道。他、啊、这个三十二相的呈现是从如来显持得来的，这样了解吗？哦，就是呢，哦，如来哦那个呢啊，这个具足啊，哦这个色身。从如来本身、哦、修持以后才记住、哦、有形有相、哎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凡尘、哦哦、在修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说身体的成分、啊、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哦啊、水有风土的本身、啊、它没有知觉性，水有风土、啊、它没有知觉性，然后呢我们佛性、啊、没有形象，那现在哈、哦，所有风土、啊、跟没有形象的佛性呢，哦，融在一起，没有形象的哦佛性呢，它呈现来指挥哦这个有形有相的没有知觉性的哦那个所有风土，那所有风土呢变成有知觉性，那所以哈、哦，我们就是一定哦要知道，我们是要走入所有风土呢，还是要走入佛性？那走入佛性、哦、就对、啊哦、那个所有风土啊这个现象、哦、一定不要贪念，一定呢要着重、哦、比佛性、啊、因为我们注重别佛性的心尊、啊哦、所有的所有风土啊它都没有、哦、没有立场，没有身份地位，全部的、哦、那个权柄、啊、都在佛性，佛性掌握了，那我们现在、哦、假如说走入所有风土就变相，变相以后、哦、我们就会看哦，大家蛮爱睡对吧，要不要睡，要不 要不要化妆，那个都已经走入、哦、所有风土、哎啊、所以就着重、哦、比那个相，着重在外表的一切，哎，阿兰姐嘛，着重于外表一切哦，都已经哦，假偏起了，走偏了，不走入佛性。哎啊，所以哦，我们看哦，一定有喜欢讨厌，在相之中啊，一定有喜欢讨厌。你在佛性之中没有，佛性它是一个绝对体，它没有两边，没有喜欢讨厌。可是我们走入所有风土哦，哎，就有哦。那个丑陋它、啊、就有漂亮，它、啊、就有喜欢，就有讨厌，然后就有取舍，然后呢我们就会让、哦、这个有形有相的所有风土、啊、享受它、啊、变成、哦、我们不是要借假修真吗？现在是、哦、借真来享用假、哦、我们借真的佛性、啊、享用我们、哦、有形有相的所有风土，这样呢是聪明还是很笨？很笨。可是我们凡人哦，哎，竟然会走多走很笨的那个哦，哎，那个方向，哦，都会走入形象，走入所有风土，不是走入佛性。你走入佛性，全部都是佛性，哦，四天圆动都是佛性，全部都是佛性，它已经呢不在向上。所有的相都融成性了，所以、哦、已经、哦、对那个相、欸、已经都不在意，我们用平常心来形容、欸、对所有相都是平常心，没有好没有坏，没有喜欢没有讨厌，没有，因为整个都是佛性，这样了解吗？不容易、哦欸、所以你看我们要认知、哦、都不容易、欸啊、我们、哦都会被假的相引诱，哎，他、啊、会注重相，所以我们为了相、哦、会花很多钱，
我们为了佛性哦，不肯用一毛钱。所以为什么《观世音经》哦，那个制定佛规的时候说求道要功德会，因为善财难舍。要你要哦，花在你身上的钱呐、啊，用再多你都不会心疼。哦，那个要行善的钱一点点你都拿不出来，这样的话就不能求道。所以哦，《观世音经》规定，哦，求道要功德会，就是哦，要你有没有善心，没有善心的话，没有资格求道。那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要身体要享受，我们那个钱啊很肯花，他、啊、那个佛心要修好啊，肯不肯出钱？都不肯，都无看啊，啊无看，这个老一辈他会讲，啊无看，然后那个哦，一讲出来说，哎、啊，那心好一斤是偌济？看不见啊，那个一斤多少钱？是不是听了很悲伤？所以我们住相真的是很厉害，哦，啊、所以这边才讲说离色离相。哦，没有我，没有我，这样的话、哦、我们就可以成就了。那所以我们就是、哦、要了解那整个、哦、整个变化，整个什么样的情形。哦，本来佛性啊，它是很、哦、圆满的。那现在、哦、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哦，落入凡尘，在凡尘受苦的时候，本来是、哦、只有一点点迷昧，那、啊、我们一落入凡尘哦。越来是越多，每况愈下。本来、哦、我们才欠五毛钱而已啊，想来还这五毛钱哦，结果一还哦，还到现在大概不止五亿了。还这个欠的太多哦，就赖皮不想还。啊、所以在生活之中啊，我们所。哦，所思念的、起心动念的，全部都不关佛性的事，都是哦凡尘事、啊。那个佛心已经把它撇开了，不知道它存在。当悟，它在吗？哦，不知道说我们日用、日常在用，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没有佛性哪有哦闲置作恶？所以我们都不肯哈、哦，这个回头啊，不肯回光返照，哦，所以众生啊，就是越来越沉沦，哦，受苦就越来越厉害。那我们哦，造的罪很多了，哦，整个社会你看哦，都是哦，为什么那个诈骗那么多，哦，抓都抓不完。所以才形成了一些灾难，哦，天灾啊，哦，地变，这个呢都是我们人心哦造成，哦，人的心不好，然后造成哦，天地啊整个都变化，那我们呢就是哦修道要从哦根呐、啊，从根呢做起，我们呢、啊、全部呢都回到哦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所以哦，这边呢、啊，就告诉我们说，哦，这个如来啊，这个不应以啊具足色身见，我们见就是要见现，不是要见相，哦，见到佛性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成就。所以这边呢，让我们哦了解到，佛是可以有形象见，哦，如来呢，啊是呢，啊不可以，如来哦没有形象。须菩提，于云何？哦，如来可以具足啊诸相见故。哦，前面呢是具足啊色身，后面呢是具足啊诸相。所以前面哈、哦、是别相，后面是总相。个别呀、啊，身我们身相那个是个别呀、啊。
然后呢，那个祭祖啊，哦，如来可以祭祖诸相，哎，那个哦是已经是种相，这个哦就已经全部啊整个三河大地，哦，整个全部了，哦，所以这边呢，啊，这个佛呢要试探啊，哦，须菩提，看他哦对呢啊这一个真理的了解程度啦，哦，所以就。哦，不用佛可以具足色身，不用哎，哦，佛可以具足诸相，不用，又直接哈、哦，用如来可以具足啊诸相见故，哦，这各位就可以知道他的程度不同了。哦，既然哈、哦、他知道说，哦，进入啊，哦那个如来，哦，他回答的时候就回答如来，然后佛在。哦，在问问诸相的时候，哦，前面是问色身，后面是问诸相。问诸相的时候，直接就用如来，哎，就不是用佛，因为佛是果报身哈、哦，那个是呈现，要引诱众生，哦，就是呢让众生知道说，我们修呢每一个修啊都有果报身的呈现，那果报身的呈现哈、哦，它是哦。虽然也可以是呈现整个哈、哦、这个全世界，可是那个哈、哦、那个真理就不圆满，哦啊，所以他用如来，哦如来可以啊具足诸相，哎就是所有哦凡尘的所有万象，哦所有万事啊全部呢都具备哦在如来性分之中，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我们哦那个性分非常宽广。啊，因为我们居住的哈、哦，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球南赡部洲啊不大，啊，所以我们也见识哈、哦、也不很宽广，哦，所以假如说有哦那个研究那个维摩诘经呢，你看他那个哈、哦，哎，那个身高有多高？84000由旬，哦，一由旬哦，哦，最少的有16里呀、啊。哎，最多的40里，细展力。哦，那印度呢？他们哦，国许是30里，沙展力。他有84000游行。哎，啊，你看外国，那一个人啊，看外国，他以解衣啊，哈、哦，跟他一样，84000游行。所以我们、哦、都不可想象、哎、那个都超越、哦、我们的知识的领域、哎、就是、哦、我们都没有看过那样的、哦、那么高大的、哦、人，那么高大的椅子、啊、坐都坐不上去、啊哎、我们五六千年要去坐84000游行的椅子，看你要怎么坐去，坐不去啊，哎啊，所以哦，那个舍利佛就跟维摩诘讲说：“啊，我坐不起哩。”你讲啊，你称呼迄个佛号，哎，伊就甲你吼、哦、上去你坐去坐到迄个椅啊。所以就知道吼、哦，我们这个哦知识的哎那个范围啊，哦太窄了，太矮了，哦，就连那个哦。哎，那个《大藏经》有记载，哎，那个目犍连啊，要试验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呐、啊，可以传到多远？哎，所以他就一直哦，用神通啊，一直哦，一直飞啊，飞到很远，到一个佛哦，一个佛的国度啊，那个人哦是非常高啊，那个目犍连哦，他竟然就。变成一条虫，到那边的时候，哎、欸，就剩下哈、喔、那个身高、啊，就我们看到了一条虫那么高、啊。他、啊、那一个听哈、喔，在听课的那一个想把他打，那个讲经说法的那个佛说啊，那个不能打，那个是娑婆世界哦、喔，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哎、欸，叫目犍连，哎、欸，他就问目犍连说，啊，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哎、欸，他说我要试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啊，可以传得多远？他说你不能用人的头脑来想佛的事，哎、欸，那个哈、哦、不
不可思议的，你哈、哦、没有办法知道，他的那个声音可以传到多远，哎，你还是赶快回去，哎，啊，无一句啊，那拍落去哦，哇，你命都无去啊，哎，所以哦，我们就了解说，哦，那个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哦，非常的宽广很多，那我们现在居住的哈、哦、这个地球啊，是宇宙之间呢、哦。很小的一颗行星，就连我们整个太阳系都不大。那我们那个哦，佛性哦是非常宽广哦，整个宇宙虚空都充满我们佛性。可是我们现在能够哦把它呈现应用，哎，就是我们在哦日常生活之中这么窄窄的范围里面。哎，就哦不很大，哎，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哦了解，所以要研究，哦要知道，哎，我们都很少去讲到哦，哎有那么多的哦那个佛世界，而且又有那么哦宽广的哦那个哎现象，哦整个、啊、那个佛世界、哎、都不可思议，我们都哦吸收的话。会帮助自己、啊、心胸开阔，他、啊、会帮助自己、哦、在日常生活不跟人家计较，哎、不然我们心都、哦、太窄、哦、很小、哎啊、都很喜欢计较、哎啊、所以、哦、我们的这个、哎、从这个、哦、真理、啊、去了解说、哦、原来、哦、我们如来、啊哦、他是具足了诸相，所有的相全部都具足，那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哎，虽然可以具足诸相，可是呢，也一样哦，不要住相，哦，是可以具足所有相，性之中呢，包含凡尘所有呢，跟不能都具足，哦，所以须菩提也回答说，不为是真，如来呢，不应于啊具足啊，哦，诸相界，哎，一样呢，用哦这个如来来回答。哎，说呢，不应哦，那个具足啊，诸相界，所以故如来说哦，诸相具足啊，哦，即非具足，哦，是名啊具足，哎，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哦，那个即非啊，就进入现分，全部都没有现象。那么是名诸相哦，具足啊，那个是名啊，哎，就是哦，它既然有体啊，就有用。它、啊、有用、哦、就呈现诸相，这样了解吗？又是有一点迷糊的，因为、哦、我们要知道有性、哦、它叫现象、哦、虚空我们要知道、哦、这个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那这个虚空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这个佛性哦，它不拒绝诸相发挥，你什么相哦要呈现哦，它都不拒绝的。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所有形象呈现都是短暂，哎，这个因缘际会哦，然后才有形象。那缘际则生哦，缘散就灭了。那、啊、它灭的时候灭到哪里去？形象灭的时候啊，灭到哪里去？我们事前办完的事情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没有研究了，要了解到哦，我们都有讲，万法皆空，有没有？它都归于空啊，啊，所以万象也归于空，然后万事也归于空，然后那个空哈、哦，空性就是佛性。就是全部归入佛性，哎，我们就缺少讲这里呀、啊，哎，都讲哦，那那个空就为止了，哎，没有把它呢，哦，收拾得哦很圆满。那我们了解哦，为什么会讲哦华智华位世间相常住？不是你一直在问吗？哎，那、啊、我们要了解哦，那个程度很深。华、哦、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华智华位就是真心佛性住在真心佛性的本位，然后
世间相常住啊，因为所有万象都是从佛性生发，他要不要回到佛性？你知道万象都灭，是不是回到佛性？有没有常住？你看生不生？他那个时候跟你讲哦，你会听吗？听不懂，你的根本不爱接收。所以哦，就是要一段时间的酝酿。哦，让我们去接受这一些真理，真理都已经哦了解了越多了以后，到后来啊，大伟切呀，好像那个哦拼图啊，哦那个太大的拼图啊，那拼到最后才会完成，不然哦，你都拼不出来啊，啊所以哦那个时候还不能哦很详细解说，所以假如说哦一直都念得很快。那个是要先种一点因而已，哦，先让我们有一个概念，概念有了以后啊，再慢慢来，哦，来拼图啊，把那个整个图都拼出来，整个轮廓都造出来哦，就了了分明，起码有了了分明的，了了没？再来讲法治法位，世间相常住，听有没？法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法住法位，就是讲佛性本体已经回归到佛性本体了，它世间相的常住了，看得出来呗，轮廓拢照出来呗，可是哦，你以我们现在哦，只要说都没有研究来讲。哦，你跟他讲说，哦，那个法住法位卖供，跟他供后面的世间相常住啊，他会听得进去吗？哎呀，一供啊，世间相的比你的扁那也常住，所以那个叫做短暂的现象。那我们哦，研究到已经进入到，他已经是进入到本体，那本体之中哦，他的所有变化。它的所有变化都在哦，都在本体之中，所以哦，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哦不增不减？看到那扫头咖，我们扫地啊，不是把垃圾都扫一扫，给垃圾车收走吗？怎么样？它拿到哪里去？它扫一扫到哪里去？所以哦，不增不减啊。哦，你看哦，我们哦，垃圾扫一扫去，焚化烧掉，万物啊有没有在生长？生长的在生长，烧的在烧，是不是常住？物件拢伫咧啦，啊，咱即马搬东甲搬西，物件嘛拢伫地球啦，这样知道吗？有没有常住？有没有不生不灭？有啦，现象有生，它、也有灭，可是实际上呢，那就是不生的。讲到本体了以后，讲到佛性本体了以后，知道佛性本体没有生灭，可是啊，它所显现的一些功能作用，全部都有变化。它、有变化呢，它的整个变化都归到本来。所以哦，你了解到，那有一些哦，那个讲的是一个过程，都还没有究竟。那我们不要在那个过程之中哦，把它掠掉，它都该白死的，都该哦破掉，那就不行，那样哦就修得不究竟，还会哦，自以为是，你圆哦，整个圆满的都知道了。哦，难道你再来看人，你就会知道说啊，一去给你都一样，就会了解说他的程度啊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他的心哈、这个在思索什么，他要追求什么，你就可以哈、了了分明，是不是不一样？哦，就真正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追求
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发心追求，你只要发心追求，答案一定出来，他一定不要被中间的过程障碍。我们有时候都会被中间一些这个障碍就卡住了，他就不会再进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完成了一定的自己要有那个心追求，说这个真理我一定要追求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有从小的时候就有照相，你把你那个小时候的相片，然后慢慢生长的相片，你把它拿来核对一下，把你看它怎么变化，看一看它的变化因为我们的习惯性都会住在相里面，你知道那个所有变化那个住相的那个程度就不会深他会知道说一切都是假，一切都是在变化所以我们先了解所有的变化，那所有变化我们都已经知道不住了以后，我们回到本体，回到那个不变的本体，那个叫常住我们一到常住了，常住真心呈现了，然后那个时候再看佛性的功能作用在产生什么变化，那我们都已经不会再住心了，每个投入啊，这样知道吗？不然我们都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投入每一个阶段一定都会住那我们假如说已经全部全盘了解了，前面了解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看再来看的时候对象的了解，不住相，不住相的了解会回归本体，回归本体以后再来看所有的那个万象的变化，你就会顺其自然让它变化，就已经不会在心上搁着，好像做阿祖啊，伫咧看迄囡仔囡孙啊，拢互因去算，都不会讲即个较爱即个，我较无爱迄个，不会有那样，都很自然而然，大家拢感官，拢互因咧自然去玩，自然去生长，所以呢，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一定要追求，不能投入凡尘事，凡尘事虚幻不实在，一定呢要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能这个贪恋凡尘。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很诱惑人的。连那个鹿密菩萨那个维摩诘居士他都会怕说到这里来会被这里这个迷昧了那个五公佛跟他讲说，我有一个四弟圣人陀罗尼，让你去持咒，你就不会贪恋凡尘。我们不是有把它传出来了所以各位假如说不贪恋凡尘的话，就送那个咒你送了大概三年以后你会发现说真的凡尘是已经看得很开了不然会太投入了我们都有一个角色我们在凡尘扮演的角色有时候会很喜欢，有时候也会很讨厌自己扮演的角色有时候也会很讨厌，有时候会很喜欢就在那边拉扯，都被凡尘刮了一公公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送了那个四弟圣人陀罗尼以后对凡尘的一些会比较透彻比较知道，来叫练习变
一定要认识。那个没有极限的、哦，有这个没有什么时间的话，就可以持诵一次就好。那大部分呢、哦，我们做都是一样，诵七七改，很奇怪哦。各位姐姐有没有发现，咱人哦拢七空，咱的一礼拜嘛七工。所以、哦、有一些啊，我们、哦、了解到说，很奥妙的一些事，好、哦，他、啊、没有研究的，完全都不知道，嗯，也不知道哦，有时候也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哦，这个贪恋环境，有发现吗？各位先生，没有，不贪恋环境。很喜欢、哦、自己、啊、周遭身边的事，那就已经是贪恋了、哎、就是、哦、两个方向，一个很喜欢，一个很讨厌，很喜欢很讨厌是两个对待，他、嗯啊、那个都是被凡尘、哦、束缚了，只有凡尘要拔掉。所以呢我们至于、哦啊、这个第二十分、啊哦，离色呢，这个离相，就是呢，要我们哦，啊，这个不要在哦我们的哎那个水有红土，不要在我们的那个水有红土太注重，就是我们身体的实在的相，哦。这个因为、哦、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水有红土，看到的就是身体神、哦、形象、啊、所以、哦、要真正的、哦、已经呢、哦、整个 都透彻了、哦、不住了、哦、已经也超越了，真的要努力、啊、一段时间、哦、努力一段时间、哦、也才可以、哦、整个、啊、都进入、哦、那个佛性，哦，这个真的是没办法替代，只有自己用心。这样听得懂吗？好像都没有讲过哦，没有这样讲过。不是看薄，因为那个机缘不成熟。机缘不成熟讲没有用，要等到、哦、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才讲。我们就可以、哦、回想那个大家看那个台南那个 DVD 啊，开始时候讲耳根连通啊，他不是全部都听不懂吗、啊？我第二次讲的时候，哎，音听有了，哎，那个叫机缘，哎呀。他不懂的时候，你硬要讲哦，那都无效啊。他讲一样是那一张啊，他讲嘛遐话啊，拢一样啊。哎，他不懂的时候就是不懂，他懂的时候也是那一些话。好不好没有？哦，我说那个超主讲是真的不给我面子，我人也不抵押，打工有听没有懂。你当负责讲师哦，你嘛爱修修把大家意味哦，我只是在讲，听没有懂。啊，你负责讲师安尼讲，下骹的人若准听有，啊，伊嘛唔敢讲听，对无？哦，所以难怪老师把他换下来，文佛老师啊，把他换下来，不给他当。蛮有意思的。
这个哦，要是在我们大概几年前来讲，可能听得懂。对呀、啊，因为你那个时候一直在问哦，法治法位，世间这样常住，那个时候就很不好解说了。哎，对呀、啊，那个时候就很不好解说了。今天那个都还没有，哦，还没有进入状况。观身性相如理时空，那虚空即是法身。所以那个哈、哦、四念处的那个四念、哦、全部都是佛性。哎，那因为开始的时候哈、哦，他教导弟子就不能那样讲，所以那个观身不见，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先从这里入手，那你真正的哈、哦、观身不净，已经不贪念这个色身了。然后观受是苦，已经对凡尘的所有也不贪念了。哦，啊，观心无常，心一直无常变化。哎，啊，观法没有我，这样的话哈、哦，就让我们能够先把那一些粗的哈、哦、先离掉，离开了。可是哈、哦，那个后面那个大圣哈、哦。那个大乘佛法的四念处，外面都没有人在求，那个大法师也没有收。事后学看那个哦，文殊菩萨问问释迦牟尼佛，哦，他说那个四念处，哦，何谓四念处？然后佛就讲说，观身性相犹如虚空，哦，观我们这个身不是不见哦。哎，是性跟相，那个性也虚空，相也虚空，跟虚空都一样。我们的性，我们的相，都跟虚空一样。我们的性，我们的相，都是佛性，已经融成一体了。哎，融成一体。所以佛最后讲的话，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虚空就是佛性。啊、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相都是佛性，然后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受没有内外，没有中间，也就是没有，它、啊、也就是虚空的意思、欸、所以说整个在佛性。然后呢，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有，但有那个名字，那个名字现有，所以、哦、完全都虚空，完全都是佛性。哎，啊，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没有善，没有恶，这是没有两边。哎，它是一个绝对体。所以那个究竟的四念处，因为佛要进入涅槃的时候，哦，那个阿难哈、哦，那个阿耨律啊，请阿难去问佛，哦，四件事情。哎，所以以后要以何为华，就是要怎么修。那佛就讲以四念处为华。可是哦，那个时候没有讲这个，没有讲大圣的，大家都以为那个观身不见，哦，观受是苦，观心如常，观法无我，都以为那是，没有说大圣的哦四念处。哦，不然你看哦，佛经里面没有记载哦那个哦上圣的四念处，所以真正的哦这个修，或许是感觉说那个时候哦，因为那个波旬啊，就直接跟释迦牟尼佛讲说，以后我要哦穿你的哦袈裟。哦，已经离光脱法，进入你的团体，来破坏你的佛法。那个佛他就掉眼泪。哎，那个波旬问说，可不可能？我说可能。哎，就是可能这样。哎，啊，所以哈、哦，我们就是了解到，按照因为波旬有。看一些大藏经，按照佛制定的戒律很严格，
按那个很严格的戒律啊，就是要你成佛，你按照那个样做，一定可以成佛。可是因为哦不好做，那所以现在哦，那我看他们哦那一些佛教徒啊，都没有按照那个戒律在做，都无教安尼在做。所以哦，那规定哦，三衣一钵，剩下不能有东西，那个就是要你拼除依赖。我们都有依赖心嘛，那你有依赖哦，就不能专心。你就修不好啊！啊，你大行拢无啊吼！哦，你无官兵修未使，一定爱成佛。你看会成啊？未成？绝对成的啊！啊，咱今嘛吼，你看吼，咧、哦、修的时阵，吼、哦、后几行后一行，啊，搁食物件吼，搁会提来尝，啊，搁会吼老的搁后顿食，迄拢未使呢。所以吼、哦。呵呵看到佛那个戒律、啊、再来看他们现在修行，哦，那差很多，真的差很多。哦，以往假如说不能自己哦，可是可能那个时候的那个哦，他们那边风俗习惯，别在家里住哦，你家里住就犯规，啊，你别在家里去静坐哦，你去静坐就犯规，一定爱去起食的。他的目的哦，就是要你享有我慢。无人咧起食的时阵哦，骄傲，吃来不完，坐里边吃。那所以就是要你享有内心的迄个我慢。咱大家拢有迄个骄傲，啊，你就是要为迄个日常生活哦，一方面享有你的妄想心，享有你的迄个骄傲心。一方面就是要把众生众福，众生若肯布施，伊就会越过贫穷，众生就不会贫穷。啊，众生若无布施啊，众生会贫穷。啊，所以迄是要把众生众福建好。啊，所以佛制定那个戒律，哦，啊，佫袂使超过七斤，你七斤若分无，你今仔免食，爱骨头，嗯。你袂使分有吼，家己咱在食，不可以，要分给吼同伴，然后吼同伴已经吃饱了，要给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面有的，也给他们吃，你拢袂使搞，哦，一顿就是一顿，过午又不食，你看那个严格哦，我讲真的很难遵守，很严格。所以哦，他的那个哦，那个戒律啊，就是要哦，一方面啊，吃的太多哦，会形成，吃多了不是有五罪吗？哎，爱记得两号吗？生早世间，那个第五个比较难记，可能大家都对那个、哦、很熟悉的，这样还不错。多吃啊，有五罪，吃多了、哦、就多病，他就多睡，他就多饮呐、啊，男女之间走啊，然后不能歌颂经典，然后、哦、生早世间，因为你吃的东西都是、哦、地上长的，你跟地结的缘很深嘛、啊。就深深的遭遇世间，所以佛说、哦、我们只要不要吃地上生长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飞。卖吃那个土卡生物件，你就会飞啊！我在想说，大项目拢爱用土卡生出来，所以就咱吃不离地。脚拢爱伫涂骹，脚地吼脚正地。我想是这里如来不地地不住相，是不是不住相？是不住相。他的吼、哦、那个不应该吼、哦、来具足住相见，就是吼、哦、
就是要离开形象。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哦，他这边所讲的那个底下呢哦，他有讲四名具足诸相，那个哦就是哦就是不排斥两边，他两边哦，只要我们哦不住相，相有，他只要不住相，他就好，不是要把那个相哦破坏掉，不是，只要我们不住相。它就可以、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吉相、哦、要见性，听我吉相就是看到形象、啊、看到形象、哦、要见到性，不要见到相，还你听我他、啊、怎么见见到形象哦，他不要见相，要见性，他怎么见？他、啊、所以哦，或者说哦，这个很奥妙，很好、哦，很有意思。因为哦，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哦，我们看相的时候啊。都会直接先被他的外表形象吸引，哎，啊，所以那个是第一个印象。那我们哦见哦见相即见性哦，就是哦，伊也目睭会看人，伊会行路，啊，伊会运动，迄、那个哦，迄、那个咧指挥伊遮，迄、那个就是佛性。哎，啊，你卖看伊的外表形象。你看伊这个动作，啊，看伊这吼所有一切叫做见性，也不是很困难呐、啊，哦，只是说我们要，哦，要转移到这方面吼，等爱过节啊，哦，哎，爱过训练吼一段时间呐、啊，哎，啊，所以吼、哦，只要你看到他会动，那就见性了，哎，啊，卖看伊的外表形象，哎，啊，所以我们吼、哦、吉相。见性，哦，啊把哦所有这个相都融入佛性，安尼来，咱就袂叫辛苦哦怪，哎，就袂讲安尼，哦，你看男生哦，啊，探子探探的，拢去扯回分离的，然后一掷千金，对不？迄就是叫相哦，叫相袂起啊，形象，哎，啊你若拢行伫个佛性内底，就没有这个事了。欸、所以我们了解说、欸、我们在生活之中就训练自己都不住相、啊、都见性、哦、见相即是见性、啊、都看他现在、欸啊、我都叮当那就是佛性、啊、他就是佛性才有办法、哦哦、他就是佛性才有办法眼睛看人、欸、他如果没佛性眼睛就哪会看人、欸所以他眼睛在看人，我们郭老师讲的，人家说吼、哦，你把佛性拿出来，哎，老师说吼、哦，很简单，你拿着眼睛看着他，就已经是了。哎，拿着眼睛看着他，就是把佛性提出来，哦，简不简单？很简单。晚上讲的课很特别，还有问题吗？还有一分钟。